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那各位如果不会念这个咒，至少念这三个字，各位跟他念嗡啊哄。比如说你进到寺庙来，他们一定有供水果，有供花，你不能说那是他们供的，不要这个观念。我们随喜他，哇，这盆花嗡啊哄全部供养到了。老实说在这边我不好意思，我自己在小小佛堂我都会比嗡啊哄嗡啊哄这样，我很喜欢比嗡啊哄。后来他们都得到了，这是这个动作很重要。修行不能修到，不要跟我讲话，我很酷，我正在念佛，不要跟我讲话，我不理你。那修行是很可怜的，修行就是要很热烈，要跟众生连在一起啊。所以我对上的动作这样，我对下更厉害。有一次我在台北在那边念老半天，哇、哦，对面一个人就以为我是神经病还是鸡桶。我在那边嗡嘛呢呢说话，嗡嘛呢呢说话，因为我要念六遍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我在窗户外面点嘛，对。后来再看看我，害我不好意思。啊，好在他没有认出来是海涛法师。啊，但是我想这样也不行，为了他我不比呢，多没意思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能说，每次我要开始念，看他不在，我就开始念。啊，但是一定要让把佛法活起来。如果我在这边讲课，各位都睡着了，是我失败啊！不能激发各位的宗教情操，那不行啊！所以我想各位像老来子一样，你要让老爸老妈快乐，你要做小丑啊！你要超越自己，你不能有个性啊！你有你的个性习性，讲话这样。大家好，谁听得见呢？啊，有人真是如此，管你麦克风，我讲我的，你听你的，你走吧。啊，所以这样就没意思。修行是一手抓着众生，我要跟你连在一起，我要进入你的心，我抓着你的心脏，听我说，不让你乱跳。你要抓住它，然后抓众生的心要干嘛？不是你的心跟他搞在一起啊，那就还俗了。啊，是把佛的心硬把你塞进去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把佛的心塞到你那边，一边抓这边，一边抓这边，这个叫合掌。这只手代表佛，这只手代表众生。合掌的意义很厉害的，啊，合为一体，十法界众生合为一体，啊，而且合为一体，这个空性、菩提心、大悲心合为一体。我想各位佛教讲了这么千般万论千经万论，目的就是这个啊，念佛的菩提心，念法的这种空性。但讲空不能够离开因果，空是万事万物，刚才讲了你都清楚了解连结，却知道它只是一个组合体。所以越讲空性越关系到众生。如果你念佛关起门来念佛，那你不了解什么叫空性啊。
空性是大悲心的本体而已，所以空性的展现就是绝对平衡的慈悲，这样而已。而且对万事万物没有爱没有恨的慈悲，所以没有爱我干嘛跟他讲话啊？所以有爱你就不能跟他讲话，各位女人记住啊，你有爱你想跟他讲话你就跳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避免跟他讲话可以了，但是唯有慈悲心，所以那 要跟他们融为一体啊。那这个叫空性，那这两个你都圆满了，那就是成佛了嘛。所以阿弥陀佛叫我们去极乐世界，目的就是要也让我们修这个念佛念法念身，那参访诸佛，如何赶快点证的空性，不退菩提，目的叫你赶快回来这个娑婆世界，赶快到地狱去度众生，恶鬼道去度众生，不是堕落地狱，而是趁愿而去。所以地藏王菩萨有六地藏，观音菩萨有六观音，为什么？代表他们在六道里面，要让自己有能力是如此。所以各位移民到温哥华，我觉得也不错，但是也麻烦呢，一半的时间呢，去住在贫穷的地方，这才公平一点。你在贫穷的地方去买一个房子，在温哥华也买一个房子。温哥华叫上求佛道，目的呢是要去贫穷的地方下化众生。啊，如果你舍弃贫穷的地方，就住在这个地方，那你的下辈子你修得很努力，我看升天已经不错了，你不可能去净土。啊，因为你舍弃众生。啊，如果舍弃众生，那跟阿弥陀佛的心不相应，啊，那当然人要接触一切，健康也没关系，生病也没关系，有钱也没关系，没钱也可以过，你要养成这个习惯。要让自己呢随顺因缘，所以我们所谓行菩萨道呢，就是你要去接触各种众生苦，你不能逃避。逃避，我到监狱住三个礼拜，我到贫民窟住三个礼拜，我去感受那孤儿院三个礼拜，你要让自己的生命经验很强烈的不离开众生，因为你离开众生，舍弃众生，佛法对你没有用处啊。因为佛法是救众生的，这样，所以你把佛法来个人的解脱，那这个那佛陀就觉得很浪费了，啊，佛唯成佛是希望众生成佛，希望众生离苦，那当然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，所以在这一点各位要有一点喜欢去接触众生，去串门子，啊，那西方社会是一人一动，你不要侵犯我，免得我拿枪打死你。啊！但是现在你要改变了，我们学佛了，你不能被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习俗卡住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开始慢慢的去接近他们，让他们信任你而接近他们，啊，慢慢的去融入。这也是我的师父每天的跑跑跑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你已经了解佛法的知见了，那这个知见你不去实践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空性跟悲心。坐在大殿里面念佛是可以的，那可以修于专心，但是你要去屠宰场念佛才知道悲心念佛佛号的重要。所以我想读佛经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所以你走到哪里，像你做了一次十供养，那你这个功德很大，你走到哪里要把这个功德布施出去，对虚空嗡啊吽，照到太阳，看到云的都得到这个功德，看到大海嗡啊吽，很多观光客跑到加拿大来看景，希望看到你的功德啊！明天过几天，我们金明要带我们去极光，我去看极光，把功德供养极光，所有去看极光的都得到我们大家的功德啊力量，那这样就没有浪费了，对吧？啊，不然我在想说。那你们去好了，我在这边看书都好，啊，那是要去融入，因为很多人愿意去看极光哦。原来看极光还要有钱人才可以，有一点福报啊，有福报，但是愿他去看极光，我踏到那个雪的时候，都得到我们的功德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把你的车子变成一个极乐世界，啊，当你车子在动的时候，它就散发的功德力。所以你要把你的生命变阿弥陀佛，
这个要很习惯。像各位在看我，我面对各位，如果我在觉得我这个海涛在让你看，我就会觉得就像个女人一样，各位在欣赏我干嘛？但是我不能有那个想法，我坐在上面，我就必须承担佛的力量，佛的身口意。我念阿弥陀佛，我是阿弥陀佛的身口意，愿别人看到我像佛的力量一样，并不是我有佛的力量，而是你对佛有信心，佛看到你，你发这个信心跟愿力，看到我就得到佛的力量，听到我声音得到佛的力量，想到我得到佛的力量。嗡阿吽就这个意思，身口意，身是佛，口是佛，意是佛，叫嗡阿吽啊。透过佛的加持，所以这些花这些变成无量无边的加持，所以现在花变成佛，这些灯变成佛啊，水变成佛，食物变成佛，等一下会发给各位一杯水米啊，然后这个水米就变成佛的力量，让他们念一下：吃即解脱，喝即解脱，闻即解脱。等一下我们除了佛前本来有供香，等一下我们会点三支香放在门口，让他们闻即解脱啊。拜佛是在拜众生的佛性，我把这个香供养这些众生，众生哎呀很高兴啊，您拜佛的来拜我啊，让他们升起这个欢喜。所以各位念一下来：恒顺众生，我们对佛菩萨所做的都是要来恭敬众生的啊。我们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钱，买了一栋房子，就是希望你所爱的父母能够来住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啊。所以我想佛不需要你供养，但是佛是希望你供养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这样而已啦。这就是这个咒的意思啦。好，那各位请翻到21页，发一下水米。记住，上供完以后记得一定要下施。上供是对佛的信心菩提心，下施才是对众生的悲心，这两个要连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都会用一杯水米，7颗米，一杯水来做蒙山施食、甘露施食。但是事实上呢，蒙山施食不是出家人的专利，是所有佛弟子的义务责任。佛陀说了，如果你家里有在学佛拜佛而不施食给众生，那你非佛弟子。佛在经典写得很清楚啊，不是佛的弟子，因为你没有按照佛的慈悲去修行啊。所以那如果加拿大都没出家人，那加拿大鬼不是死了啊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所有佛弟子不分在家出家皆应施食几颗米，一点点水，如果能够点一支香就点一支香啊。像我前面有一个饭菜，如果你能有一碗饭菜多好。我觉得加拿大各位，如果你家门口有一个小小花园，那边不会干扰到别人，你每天简单的做一下，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放在外面，那些小小的鸟啊、松鼠啊，对不对？就像昨天我看到浣熊，哇，好大一只啊！所以今天买多一点，请我们摄影师、摄影机拍的，准备来吧，啊，给它拍下来。你们或许觉得那看太多了，我们很新鲜的，哎，回去可以跟他们，嘿嘿嘿，你们动物园看的，我们那边看得见，就在花园里面，啊，什么都有哎。好，提脚护身真言啊，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。你今天到任何地方啊，就像各位天气凉，你要记得穿衣服，免得感冒。同样的，你要去利益众生助念，你要去看病人，你要打坐修行，你一定要有护法保护你。所以念这个披脚护身真言，你旁边就有7道彩虹保护你啊，不但保护你，外面还有一个盔甲，所以叫披甲护身。这个盔甲像韦陀菩萨一样啊，所以倒数第二行有写，第4行以大慈悲心遍缘一切有情，为了你要下地狱，为了你要去恶鬼道，你要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
你今天要去救火，你一定要把救火队的衣服穿好，进到里面才可以把那个老人救出来啊。是为了慈悲而念的，以大慈悲心遍缘一切有情，愿皆披，不是光你自己。当你一念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得到加持，不要再被火烧了。愿皆披上大慈悲庄严甲胄，是穿了这么庄严，不是要打仗，是为了慈悲的。所以光耀威武，如韦陀菩萨速令离诸障难，证得世出世间殊胜成就，所以他就离开他的障碍痛苦三恶道，他们也脱离三恶道，而且往生净土。所以要念咒五遍，然后加持五个地方：额头、右肩、左肩、心、喉咙。啊，嗡法吉拉咕哩嘟巴迪帕达亚梭哈。一开始你不熟，但是你念了，每天做了两个礼拜，你自然就背下来了。啊，就很简单了。那以后各位你要进到佛堂，一下车或在车上，你就把这些都念完了。嗡苏巴修拉萨瓦达玛苏达，嗡达那个达杜，嗡贝勒玛，嗡法吉拉，嗡法吉拉，古里杜巴里巴达，你已经熟了，啊，然后呢，念念的时候，然后就又请诸佛菩萨加持，啊，所以而且你要帮助六道众生，你来拜佛，哪怕一个人来拜佛，像我很喜欢一个人到寺庙，没有人，所以我师父说，我整个寺庙都你一个人在用，我在家就这样。我在家都等着我师父的寺庙没人，我就在那边独享功德，因为很安静，拜佛看经典，然后等着他们做晚课，这样啊，那时候自己也可以看很多经典啊，很容易融入，又可以一起做晚课。我特别喜欢做早课晚课，为什么？如果为了自己也要出家，然后不得不做早课晚课，那又有压力。因为我们去做早课晚课的时候是念给众生听，哎，啊，楞严咒、大悲咒、十小咒，晚上88佛，哇，阿弥陀经放蒙山，我们去参加，所以呢就可以给很多众生得到利益啊，念给他们。所以你来代表，就像你做妈妈的，我想你来佛堂拜佛都是拜给你先生你儿子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爱他们嘛，所以你会坚持的，他们不拜我更要拜。那我们行慈悲心的人是为众生拜，所以我这一次为了来温哥华，我做了很多功课的嘞，啊，做了很多资粮的，然后呢，捐了很多钱的，然后才进来又继续努力，啊，愿所有的功德都放在这边，那才来报恩嘛，下回要再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你死了，搞不好我死了，所以各位啊，每次都很尽力就好了，不要保留啊，很尽力就好了。那各位啊，每次你要去见一个人，你要去做一件事情，都变成修行，了解吗？开车是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？像我这个可怜的，不会开车，冒着生命危险坐别人的车，对不对？把生命交在对方手上。啊，我每次，所以我不念也不行啊，这下要死了，啊！但是既然念不是为自己念啊，我怕死，所有开车人都怕死，所有开车的老妈妈在家里都担心她儿子死啊。所以开车的时候，我就很认真的为所有人在念。我常想说，我念到一半突然啪死了，我看那时候我也直接去净土吧，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为大家而念，啊，如果我撞死了。那一定是替别人车祸，那我生命就有意义了嘛？就算死也会死得有意义，而不是一种我们海涛法师业障现前，那多没意义呢？因为我的心转变了，就不是业障现前。所以我会把这个前行都念一遍，啊，上供下施。所以我们在车上永远，我也劝各位学我们呢、啊，车上。一定要有一瓶水，一点点水，窗户打开，嗡啊嗡啊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车上有一点点米，嗡啊嗡啊嗡啊嗡，啊！所以我在台湾的车上面还有两个插香的地方，还可以冒烟呢，点香冒烟。每次停到红绿灯旁边，车上哔哔，你们车上有火灾。后来我说这样不行，就给他贴个南无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至少他知道这是佛教的。啊！但是还是有几个好心人骑摩托车，你们车上冒烟，啊，
但是我说，你有福报，这样，没有，我说我们在点香，哦，师父啊，对对，没问题。但是各位，因为你要把开车当作道场，对不对？坐车当作道场，坐飞机、坐火车，免得各位要从温哥华要坐回北京，温哥华坐回台湾，浪费时间。这十几个钟头，我可以念多少经啊？可以做多少功德啊？这个飞机飞到哪里，功德都到哪里，整部飞机都变成佛的力量。那就，如果你要保持菩提心，而且这个菩提心、大悲心不能冷却掉。我在这边强调，你今天修了一整天菩提心、大悲心，结果明天又冷了，那从头要起来要起火多困难呢？所以各位，那你只好把任何一个行住坐卧都是在上供下施的。就像很多人问我说，那师父你在飞机上怎么点香？点香我身体就是香味啊，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烟供，我在呼吸就在做烟供了。我刚刚吃的饭叫吃下去叫上供，沉下去叫下施。所以然后我也在做啊，我随时在上供下施啊。当然坐飞机，我的飞机座位旁边一定会撒一些米饭，下飞机不好意思了。但是希望帮我清理到了这些得到功德，这样啊，但是你要布施啊，想尽办法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开始24页。我每次来，如果你有参加，我都有带各位念，然后呢还是很期望大家每天都做一遍，好不好啊？老师说至少要做3遍，只要你要吃早餐、中餐、午餐，你就应该要做一遍。一杯水，7颗米，前面都不会念，至少这3个字再念一次，嗡啊吽，然后就拿出去了。嗡嘛呢呗咪吽，交给观音菩萨布施了，交给阿弥陀佛布施了。那至少你每天都这样，你会发觉忧郁症不见了，心情好起来了。慈悲心是超越烦恼最快的方法，慈悲心是进入无我空性最快的方法，慈悲心是成就菩提心最好的方法。那你就记得每天都这样去慈悲。如果你家后花园不会干扰别人，点一支香，哎呀，多好！香，你闻到那个香味，你的菩提心就起来。哎呦，布施呢，布施呢，所以那支香可以撑3个钟头呢，你就有3个钟头的慈悲心。这样最好。好，24页，所以不分在家出家哦。佛经说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小朋友做最好，因为小朋友没有众生会怕他。特别现在这个世界，死亡小孩、堕胎小孩特别多啊，童男童女的力量特别大啊。所以各位下辈子发愿，生下来就做童男童女，一辈子不结婚，好不好？那你永远有这个力量。有结婚跟没结婚的那功德差很多的，所以下辈子来不结婚，从小就修行出家，对不对？你就有这种童男童女的力量，及诸人天意欲受持这个方便，为了成佛，为了利益众生，这个方法叫方便法，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当作是念。很多人念到这边，哦，这个不能念，要把恶鬼神通通请到我家来。这个我不念，那你这个人太我执了，太自私了。你越对他好，他永远保护你。所以很少有狗会去咬主人的。而且你对他布施，念一下恶鬼升天，他成为你的大护法。你放心好了，你越布施，你就有无量的护法保护你。就算恶鬼来了，他们保护着你，叫他们排队，给他们一个一个，绝对不会伤害到你，所以你才会居家安乐，无病无苦，恶鬼不敢连看你一眼都不敢看。施食的人叫无量威德，你的身体像梵天上帝一样，没有恶鬼罗刹会欺负你。那谁欺负你？你自己欺负你自己，是你自己的这种心念业障，就是在找你麻烦因为你的悲心不够啊，忏悔心不够啊，那往往冤亲债主就得不到啊，他找你麻烦。好，一个人本来断手断脚，身体被火烧啊，一的想要自杀，结果你现在让他手脚完全恢复，皮肤都恢复，
哎呦，他会跪着跟你磕头啊，啊！但是最好各位呢，能够修三昧耶界。三昧耶界是一种誓言界，就像地藏王菩萨，我为了度我的母亲，我要发广大愿，六道离苦，我乃成佛，为我母亲发愿，永不退转。这个叫三昧耶界。观音菩萨说：“若有一众生在受苦，我不成佛。观音菩萨早就成佛了，但示现成跟众生同苦的普门示现，那为了要让六道众生都离苦，所以这些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受三昧耶界。那三昧耶界最重要的是一种誓愿，永远不离菩提心，宁可死也不离菩提心，宁可死也不起嗔恨心，啊。”宁可死也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。今天你杀我、砍我、偷我钱，都要渡你，我不舍弃你。所以，宁可死亡、堕落地狱，也不要离开空性啊的思维。所以，这个三昧耶界是佛教最高的，叫四元界，这也是密乘，叫金刚乘。他们有时候比较骄傲，是因为他们守三昧耶界这样了。那他们在吃肉，你问他为什么吃肉？我是以三昧耶界吃他，吃了就是要承担他的苦，超度他，要给他合掌啊！谢谢你超度啊！啊，但是呢，如果他受伤，他以这个爱染心去吃肉，他要下地狱。所以各位，你不是他，我们也不要批评他啊！因为日本法师、日本和尚，你问他你为什么要喝酒？三昧耶，你为什么要结婚？度他生一个菩萨儿子做菩萨，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戒律吧。所以，但是他至少懂这个意思，他做不到是他个人的事情，我们同情。但是他至少还有这个心吧，就是做不到才要念嗡三昧耶，萨多换。那诸佛菩萨以这个持三昧耶戒的功德，就回向给这些六道众生，所以他们就脱离地狱道、鬼道，个个相好庄严。嗡三昧耶，萨多换的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九，他们现在个个都是佛菩萨的金刚身口意，现在我们要对他供养了。各位，这个不是我布施给你吃，因为我是供养你们，所以辨识咒你供佛也是念这个咒的，供天神也是念这个咒的啊。那么少啊，当他也都瓦罗之地嗡三不奈三不奈吽，那我们要念3遍。那各位如果有时间念7遍最好，观想第一遍诸佛，第二遍天道、人道、阿修，通通都供养到了。那我们时间关系，念3遍。但是念3遍，你要知道，一颗米变7颗，7颗变49，49变无量无边，遍满阎浮提，这样看得见的地方都遍满甘露，而且不是一个众生得到一点点甘露去分，而是每一个众生都独得。你所观想出来的甘露，所以希望各位，你只要经过食品店啊、百货公司啊，你这个修行人脑筋不能呆呆的、笨笨的、白白的，你要里面充满了最好吃的，因为你去看到那家店，哇，好好吃啊，观想过来啊。到我到西方国家来，我就观想咖啡啊、牛奶、巧克力、面包，对不对？他不可能吃我们的臭豆腐啊。但是你要把这个味道，你都观想进来，最美的衣服、最好的家具，所以你要度西方人，叫观想哦，这栋5000万加币的别墅，嗡啊嗡，他就进来了啊，最好吃的。所以一个修行人，如果你要修大乘，他是非常丰富的啊，他什么经典，会唱歌、会跳舞，做过荧光星、做过总统，很丰富的。啊，这个丰富是为了布施给众生，所以你在念辨识咒的时候，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，天人在吃的，通通供养他，所以把普通的食物变成天人的甘露去供养他们，就是这个辨识咒。所以我强调的比较久，希望各位要会背，因为佛陀说背这个咒保证成佛，太慈悲了，而且你会念这个咒。29页，受者的利益，他们具足饮食。第二，恶鬼升天，仙人都圆满吉祥。念布施的人得到10种功德。世间你要求就这10样啊，不落了三头，有钱、外表庄严，诸佛菩萨意念你啊，护持你将来
往生净土，所以辨识咒有太多的利益。甘露水真言底下又念了16种功德，29页下面长寿、外表漂亮、气力充盛、心肠欢解，一直到往生净土乃至所生之处世界震动。那各位回去你自己看一下。但是各位，你既然看这是佛经里面写的，你要有信心啊，有信心以后变成要有悲心，把这个咒，这个世间水那么多，只要有水，下雨也好，都会念这个咒，让这个水能够变成甘露。那么说都不会，但他也都会打这种说了说了不能说不能说少不喝。那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只要为了帮助众生啊。好，今天我们正式在佛堂，所以呢圆满了各项的功德，所以除了他们得到施食要供，也愿所有众生发菩提心，皈依三宝，包括天神、护法神，包括我们自己，也观想包括我们的父母、祖先、家中老小，都希望他们早一点能够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。所以71页皈依下面来，诸佛子汝等不闻三宝，不知皈依，所以轮回三有，堕众生身。我今为汝授予三皈依法，如今替定诸佛子等。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啊！当你在看到大海的时候，你就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身，这个声音大小无所谓，悲心才是力量啊！你想到大海的所有的鱼虾、螃蟹啊，这些带壳的，全部都听得到。你想到虚空的鸟，你想到土地上面的人跟非人小动物，你要这样观想。你想到地狱，地狱就听到三皈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法师偶尔还要敲这个，就是说把你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皈的力量融入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啊，包括无间地狱，敲钟，铿，钟上面还写着经文。钟的声音又把所有的经文咒语的力量带给这种无间地狱，所有地狱、所有恶鬼道的意思，让他们听得见敲木鱼、敲银磬。所以如果你住的地方啊，可以敲木鱼，你就买一个木鱼；可以敲银磬，就买一个银磬啊，因为你这一敲，他们的痛苦通通都停止。所以各位要相信，而且有这个福报去做这个事情。不是说这个法器是你们出家人敲，我们在家人不要敲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佛没有这么说啦，啊，佛是说你只要有信心，甚至你就可以应该多敲木鱼，敲木鱼啊，敲木鱼。你老公喜欢吃鱼，你一定要多敲木鱼啊，超度。你附近有海鲜店，你走过就哐哐哐哐哐这样啊，敲木鱼。超度这些鱼，这个是三宝受记的，敲木鱼鱼得超度，不容易升起嗔恨心。敲骨，你老公喜欢吃牛肉、羊肉、猪肉，那你要买一个骨敲啊，小小都没关系啊，啊！但是你有悲心，那个骨就变成超度他的力量。所以你儿子喜欢打电脑、打电动玩具，你就要敲引磬啊，砰，那电脑就断电。电脑不会有问题，是他脑筋会转变啊，他就会开发智慧，就会醒觉过来，就是敲大磬敲小磬这样醒觉过来啊。那这些法器各位你要相信。所以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次佛陀叫一个阿罗汉呢，去某某居士要做一个钟供养佛陀，他要坐船出去啊。那位阿罗汉就把这个钟放在船上，大家帮忙。那时候他想说，这个快到了，那我在大河里面敲一下，试试这个声音嘛，反正没人听到嘛。当他吭一敲的时候，海中有一只千百万年的千头鱼马上冒出来。为什么？这一只千头鱼啊，它上面有1000个头，但是上面有一个转轮刀。他伸出来的头就一直断掉，他很痛苦，他很想死掉，他没办法，天天被断头。但是这一位阿罗汉在吭的时候，他居然那个轮子不转了，他不被砍了，所以他就浮到水面，师父啊，慈悲啊，多敲啊，让我不要再被断头的痛苦啊。然后阿罗汉说，好好好，我回到金色吊起来，我跟佛陀报告这个事情啊。
让佛陀让大家知道，我们每天敲都会想到你。这样，结果这个阿罗汉回到金色就问佛陀，为什么有一只千头鱼呢？那佛陀说了，那只鱼以前是个坏国王啊，虐待老百姓啊，因为老百姓为他千百人帮他盖房子盖什么，死了很多啊。结果呢，他害死多少老百姓呢？他就要断几次头啊，而且他要轮回几百劫这样断头啊。好在听到你敲这个钟的声音呢、啊，他那个痛苦停止了。哇，大家就，而且这个钟还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老公邪知邪见骂佛教，你要替他多敲，因为很多人来找佛陀辩论嘛，对不对？那佛陀说没关系，你要找我先敲一下钟，我等一下就跟你见面。结果一敲，他就发菩提心了，干脆出家。所以敲钟可以断邪见，断烦恼，那超度他们这深深地狱的痛苦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能够，那你就去买一个大钟、小铃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只要你敲小声也可以，但至少每天敲一下。特别在这温哥华三更半夜，吭啊，然后大家都好睡觉了，没有人吵你啊，乌漆麻黑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以为白天很漂亮，晚上都是鬼，这没办法的事情啊。到了乌漆麻黑，那些孤魂野鬼、老鬼、原住民，通通跑出来了。我们人类是用化妆，以为没有，对不对？事实上那些众生很苦，而且现在人类杀业太强，所以各位你敲的时候还要讲地狱离苦，恶鬼升天，动物超度，你要这样念啊，敲一下，南无观音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。所以后来干脆就把所有佛号咒语刻在上面了，像我这个700多年里面有所有的重要的佛教的超度的符号在这里面。所以刚刚拜托我们赞严法师去布施烟供啊，消灾拔度，顺便给他这样让他们念一下闻即解脱、所以我想念珠也好了，法器也好了，就用越久功德越大。现在这是700多年，他多少的法师上师用过，那我再摸一摸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叫法师加持我一下，我用这个碰他头，这个才有价值，这个人不见得有价值，这个不得了，价值，所以我在这边讲，下回我就被偷走了，我已经被偷过2次了，所以，但是不讲又不好意思，讲了就被偷走，但是偷的人是有缘，不然他拿不走的，对不对？有缘欠他就要还债。但是被偷走，别人又送新的给我，原来如此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随缘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为他们念三皈依，希望所有众生都可以皈依三宝，一个黑暗的人生看到一个光明的路，多好啊！这个叫皈依啊，终于知道如何改变命运，如何离苦。所以佛教不要跟任何宗教冲突，佛教只是把任何的授权给你自己，你的命运掌控在你的心态跟行为这样而已。神是存在的，神可以照顾你，但是佛呢？佛是引导你走路，你要升天也好，你要下地狱随便你，你要去净土成佛也好，佛是把这个方法给我们。人在头痛不归宗教了，只要这个药吃了对身体好，不会生病，这个就是药，真理。那佛法僧三宝是众生离苦得乐的依归啊，依靠，希望众生都能够确实的归三宝，归佛净。这句话我必须强调，很多人说师父我是三宝弟子，我从来没看过你在学佛啊。有啊，我拜得要死，你拜身体没用啊，你心里有没有在学佛啊？你心里有没有在克制你的欲望、生气、嫉妒、骂人呢？你心里有没有真实在慈悲啊？这个才叫学佛，皈法。皈就是用你整个生命来依止佛法僧三宝，那你生命就离苦。不能把佛教当作我只是个信仰，依靠依靠，然后没有在修行。
所以修行你就要，你看佛陀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所以六方礼经各位最好看，太太如何对待先生，老板如何对待职员，啊，先生如何对待太太，然后这些你都要按照这样去做。你不按照这样去做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，不行了。所以念下来，只有佛法，没有想法，千万不要说我想，不用想了，佛怎么说就做了。啊，我想你想，大家冲突啊。所以佛陀怎么说，那我们就怎么做。公司职员啊，老百姓对待国家领导再怎么做，这些都佛都已经给我们安排最好的路嘛。所以以佛为师，以法为道路，皈依法，你按照以僧伽为善友，这些真正的修行人，那他做模范给我们看，他引导我们的最好的路啊。所以愿大家这样来，不但自己皈依，念一下发菩提心，当愿众生皈依三宝。所以下回人家问你，你移民去温哥华干嘛？度众生。我去替他们念佛，皈依三宝，希望温哥华、加拿大、北美、中美、南美个个都皈依三宝，啊，愿他们将来离苦得乐，也种下一个离苦得乐的因，因为你活在那边。老实说，各位回到温哥华来是来报恩的，因为你过去的父母、儿女、祖先在这边，所以你才会回来。啊，你不信吗？你问问看就知道，你自己宝贝啊！原来隔壁那个是老妈，怪不得住在他隔壁啊！原来老公是爸爸，怪不得又嫁给他啊！因为我们有世间的执着，原来儿子是老公，哎呀，小老公你好啊！所以那邻居说，原来狗是独生子，天哪，抱着他哭啊！所以你住的那个土地。就是你过去祖先留下来的，只是现在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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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在你手上。所以这个老土地公就是你的老祖先，现在还在那边做土地公。啊，那各位你要了解，佛讲的100%。所以你见到一个人，他请你吃一顿饭，你去这个餐厅都是有缘，没有缘碰不到面。但是你现在不能跟他讲话，因为他有他的信仰，你也不能跟他。但是你要。念一下，以心传心。对，你用你的悲心念佛持咒回向给他，他就得到了。不管他的皮肤是黑色的、白色的，认识你不认识你，犹太教、回教、天主教，通通有佛性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通通有缘，你回向给他。这个人死很久了，一个牌位，轰啊轰，跟他结缘。所以我们每次看到有牌位，就会跟他结缘，结缘。啊。因为回向给他，哪怕他在天上，他得到更大的功德。他生做人，他就最近心情好、健康，因为你回向给他，他就跟你结缘啊。然后他做生意也跟你结缘，做什么都跟你结善缘。所以学佛大乘佛教念一下：广结善缘，广结众生缘，广结孤魂缘。啊，不要讲到孤魂就不结缘了啊。你走到哪里，树下顺便都要结缘。像我坐飞机，那么波波滴滴切利多利多，跟我来温哥华吧。啊，温哥华听说不错哦，来哦，对不对？然后飞机上每一个人，从开飞机的到服务小姐，到同样的这些客人，大家的身上的冤亲债主，我帮你超度；往生者，我帮你超度，我帮你回向。那我坐飞机就没浪费钱了，没浪费时间了。飞机飞到哪里，功德做到哪里，所以要让自己的心保持不间断的慈悲，这个叫三昧耶戒，三昧耶啊，因为你的呼吸都在意念三宝，在慈悲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以这样来皈依三宝，好不好啊？大家都皈依过了，但是现在我们为众生皈依，代众生皈依，而且从今天开始做什么事情，所以各位一定要看佛经。佛怎么说？你不要再怪对方。佛怎么说？你就按照这样去做，不会有事情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："末法时期，以经典做根据，以戒律做依靠，保证你没问题。
你千万不要说海涛法师说什么，那个法师说什么，两个还冲突啊？因为什么？你看经典没有问题，法师讲的内容不分法师上师，脱离经典，那你就不要听啊。经典说要吃素，就是要吃素呀。啊，不是我信不一样的派别就可以吃肉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按照佛经不会有错啊。所以经典说可以吃葱蒜，对不起，我拜那个就可以吃葱蒜。啊，你们这边啰嗦了，不能吃葱蒜，我不来了。啊，那你不了解什么是佛法了？佛陀说，啊，法师所讲的、上师所讲的，都要符合佛陀说才叫佛法，有没有道理？那这样你就不会迷了，依法不依人，啊，千万不要迷了。所以，而且人会变的。所以上回有一位，他们跑来找我哭哭。师父，你哭，为什么我师父还俗了？怎么办？师父还俗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指佛陀又不是一指师父，对不对？那是这个，因为法师给你的是法，又不是这个人啊。但是他还俗，我们祝福他就好了啊。那这个法还是你要抓住啊。所以，那各位，如果你是按照佛法，就没有问题。那当然，法师你要去亲近他。可以尊敬每一个法师，那是应该的，不分他是南传北传这样。但是这个法师身上的法才是我们依止的对象，不是那个人啊。那这样你就不会错掉。法师在实践这个法，所以是小儿科医生，我带儿子，因为他是小儿科医生，所以我去带儿子去看嘛。所以是因为他对小孩子能够除病苦，所以我们抓住这个真理比较重要。好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尊英先生。 COVID-19 偏头动飞车人，注意防沙是预防车道避免冲针亲友好的方法。提醒抢头身体调服的时间去注意防沙，最好的将流头先冲了15分钟。黑公司认真注意防沙，也是配方注沙，有急性过敏反应就要流头先冲了至少30分钟。足够后，香港警发烧超过48点钟，有显明的过敏反应，也是足够后28年内未调拿通道动力开。调息困难，脚有肿有痛，皮肤充盈有出现点样的压条，请家家去本身上看。韩国公司是足够 COVID-19 疫苗，足够后还是爱真口舌数。戴嘴眼咩？莫多多人恐吓，确实做好防疫措施。因恐吓来，事故大家恐惊。Thank you.
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佛生净土。成佛度众生。生命电视台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。